各种职业的英文啊，单字跟例句啊，先念一下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人体器官啊，这个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些单字啊，用例句去了解啊。这个职业啊，还是老师啊、律师啊、法官啊、军人啊，什么这些也是常用的啊。先念一下 ：I met a learned abbot in a monastery in France. She's an accountant who works for a firm.He's a circus acrobat. A good actor draws attention. She's thrilled to see her favorite actress. When an acupuncturist put the needles into my body, I didn't even feel them. He was a good scholar, but a poor administrator. Mr. Carter is an admiral in the U.S. Navy. An adventurist is a person who's willing to take risks.We had a separate phone call this morning from advertisers. 这些看什么意思啊 ？Met 遇见了一个 learn 本来是动词啊，学习加 ed 啊，而不是说过去式或过去分词，而是变成直接变形容词，就是有知识的。我遇见了一个博学多闻的 abbot 什么意思啊？在一个 monastery 就是修道院啊，在法国修道院认识一个博学多闻的 abbot 主持啊，我们说和尚住持啊，主持。那西洋的欧洲呢，就是修道院长，男的修道院长是 abbot， 如果是女性啊，女修道院长 abbot 啊。所以我们有尼姑庵嘛，有寺庙和尚的嘛，西方也是有男修道院、女修道院啊。She's accountant 就是会计师啊，这个女的她是一个会计师啊，这个 who 关系代名词代表 accountant 啊，她在我们公司上班，所以公司英文很多啊 ，cooperation firm 的 company 啊，这很多啊 ，firm 也是公司的意思啊。It's a circus acrobat 啊 ，circus 马戏团的 acrobat 什么意思啊？Acrobat 就是杂耍演员、特技演员啊，马戏团有很多倒立啊，这很多特技演员 Acrobat 杂耍了、特技演员了、表演者啊 ，good actor 啊，就是男演员是 actor 啊，他可以一个好的演员呢 可以有吸引力啊。那么男演员是 actor， 女演员是像你这 actress 啊，但是一般呢，像 actor 也讲也不分男女啊，所以他两个意思。一般广泛就是包括所有的男女演员啦 ，actor。精确的讲是男演员啊，就像 gay 是男同性恋嘛，女同性恋是 lesbian。可是概括来讲 ，gay 也就讲所有同性恋，男女都包括在啊，在里面啊，有这种情形啊。就 thrill 是感到很激动啊，振奋啊，激动啊。他看到他最喜欢的女明星啊，这个女明星啊，看到thrill 很激动啊。那这个 acupuncturist 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当这个某一个职业的人呢、put the needles 把这个针啊放到我身体里面啊，我甚至感觉不到啊，感觉把针插进去。那聪明的一听是不是搞针灸了？是啊，针灸师啊，就 acupuncturist 啊。当然，针跟灸是两个啊，针是用针扎，灸是用那个拔火罐啊。这罐子那个弄得有点温度啊，那就是就把拔上去，那一拔就很吓人啊，一块肉啊就凸出来，一个像脓包状啊，拔完了以后一个好像一个拔，但是不是拔印记啊，印记当过几个小时就消掉啊，针跟灸是两回事啊，当然针也是要用火烤过消毒嘛啊，就是 good scholar， 他是一个好的学者啊。研究学问有一套，但是一个 poor 还是穷的 administrator， 但 poor 所以一次多亿啊，也不一定是穷啊，那这边就说是一个很差劲的啊，没有什么能力的啊， administrator 就管理者啊，所以管理者政府嘛，就是管理人民嘛， administration 啊，就政府啊，或者 authority 有权威的人啊， administrator 管理者啊。他就上上课啊，教教学可以啊，这管理就不行啊，所以有人适合当教授，不适合当系主任啊。卡特先生是一个美国海军的 admiral，
Admiral 有两个意思，一个海军上将，一个是舰队司令啊，看上下文了、啊。就这个也可能是海军上将，也可能是舰队司令啊，要继续看其他的继续写法啊。Adventure 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呐、啊，或者关系代名词代表人呐、啊，他可以承担，他愿意去承担风险了、啊。Adventure 就是我们说冒险家。冒险家当然有人翻成投机客啊，这个看你上下文怎么讲。投机客有上冒风险嘛？一般以前最早是叫冒险家，那现在进入现在股票市场也叫投机者啊。啊，我们有好几通电话来了啊，这早上从这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啊，广告可以念 advertisement， 也可以念 advertisement 啊。advertisement 是登广告的，也可以说广告商啊。应该说广告客户啊这都可以啊。你看这边几个行业 Abbott, Abbey, Accountant, Acrobat, Actor, Actress, Acupuncturist, Administrator, Admiral, Adventurist, Advertisers 啊，那我们会继续讲下去啊，这期讲是